那这就是我们全部这一次新推出的 Q&A 环节的实体的回应哦。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网友会希望我去访问更多的女生胸哥哦 ，dancer 之类的，我知道。那也希望拜托拜托各位要加入会员，这样我才有一定的资金请他们来。他们可不是来当义工的啊，各位是要支付高额薪水的哦。想要看到更多有趣的影片，欢迎推荐朋友们加入我们 TDWG 的频道哦。那我们就下一期见喽，各位再见。